各位 GQ TV 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Eddie 彭于晏。在这里跟 GQ 拍摄了一组非常非常特别、从来没有过的经验，然后非常愉快、也非常顺利的一组照片，自己非常的喜欢。这一次拍摄的特别地方、有趣的地方，是因为过去没有跟投影机还有组合性的图片跟一些视觉的效果透过投影机打在这个白墙上面，然后呢我就做一系列比较即兴、比较内心的一些情绪的一些拍摄。我觉得拍出来的东西是有情感的，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平面，而是有深度的，可以看到有剧情。那我觉得那是蛮像一个很特别，透过照片我看出来的结果是好像有可以看到一个像是演员的那个内心世界这样，然后透过光影投射出来在白墙上面，好像是你想要所讲的内心的东西被放大，给我感觉很特别，很容易就被那个后面图片呢跟音乐结合以后呢就很有感觉，就今天拍摄非常顺利，也非常好玩。大家想要如果要更了解我的内心世界，然后看这一次拍摄的过程还有我的心情的话，就一定要看最新的 GQ 杂志。想要更了解你所不了解的彭于晏，就一定要锁定 GQ iPad 3月号。